咁球员系转播政府大球场，金气杯足球赛，星岛对麻麻嘅比赛情形，详细由卢振轩、叶欢杰两位担任评审。各位观众，呢场星岛大战咧，系喺下个星期咧，仲有不同嘅打完嘅，不同嘅打完，但系只要咧仲系零比零双方零分胜负，咁啊啱啱咧就住咧开讲嗰阵时咧，佢一声咧就系因为咧。南華咧得一個大球線，然後咧唔將佢支持住，一件事啊，中島咧係反攻，阿張子偉啊喺右邊上，咁啊呢個中島咧現在啊拉住呢個長短咧向住大嗰邊進攻嘅，咁啊因為咧由阿李炳強咧佢出邊界，咁啊現時咧華聯啊喺右邊攻入位，對出嚟冇幾多，抌界外球，抌俾阿馮子光，馮子良。馮子良咧即刻俾翻佢，佢即刻想帶入，但係俾阿蝦仔咧喺底線裏邊佢舉出嚟底線，又多一個角球。而家星島咧喺最後啲半分鐘內開出角球，歐華連一開出嚟用右腳以盤腳點啊！哇！呢下咧，由邊個？由建中啊，啱啱跳高接波嗰陣時咧，張子偉睇到一衝，用個角球一撞佢，撞到咧有對頭線衝低罰到。有個叫做劉志忠咧，諗住個腰骨，相信咧一定要揾啦。呢個胡雲卓整住衝得高，又俾佢接到個腰骨接得啦。好啦，見到個罰球又啊，郭錦龍啊喺門三碼射出，佢踢過嚟呢個左衞位，俾阿李炳松，李炳松即刻俾得啦。劉志忠，而家劉志忠咧在雙子代啊，力衝之下咧抌出呢個波，一抌咗出嚟，咁啊現時咧。前前操咧係攞波嗰陣時咧，因為浪啊、南岸身啊、球線咧最細，咁啊今日南華咧有前前操復出啊，先至咧最佳人將啦。咁啊現時咧今日最低罰佢啊，馮景良咧過咗半場冇表演，踢邊個罰球一踢上去十八碼嗰處咧，梁金耀呢一個頭槌整出嚟，整到阿黃志祥。咁啊啱啱就喺呢個時候咧。这个球证车辆啊是中场者的表示上半场完成了。上半场的纪录呢就是零比零零比零。这场金鹰杯复赛上半场呢仍是零比零，星南呢未分胜负的。咁上半场呢起好多精彩进球啊，现在等卢振轩对大家讲讲。好，咁虽然这场波呢在这个上半场大家都没有射门纪录。不過呢大家呢都打得相當精彩，尤其是星島呢方面呢，佢哋嘅演出啊係我未曾見過呢係打得咁好嘅。咁頭先呢我同葉君傑大家都講，咁唔止我讚佢呢係話佢哋呢係未曾試過踢得咁好。葉君傑嘅承認呢，就算係漫畫同埋魚丸兩隊呢都冇法子呢係追得上星島打得咁靚嘅。咁今日喺呢個上半場呢，星島咧完全咧係佔到呢個優勢，個攻勢咧好似排山倒海一樣。咁但係結果啊，佢哋先唔能夠喺上半場有所斬獲咧。主要嘅原因就係臨門一隻咧係冇中人起腳嘅機會。咁亦即係話咧，南華今日嘅防守嗰方面咧，亦都咧係打得相當好嘅。咁同時咧，亦因為星島嘅前鋒啊，尤其是張氏兄弟。張子偉同張子代咧得到嘅波咧都係每每後多帶一步，並且咧稍為遲疑，所以咧係錯過咗射門嘅機會。咁啊，在呢一場甲組比賽之前咧，首先係上演一場乙組嘅金鵝杯賽，係由沙邊咧係對天王。咁啊，今日沙邊咧結果咧係以2-1，在最後一分鐘啊。是將呢只黑天鵝咧係捉咗，因為天鵝咧就唔係白嘅，今日咧佢哋係著起個黑球衣，所以叫佢咧係叫做黑天鵝。咁今日到嚟三觀場大戰嘅球迷咧，就比尋日嗰場嘅情況咧就相差得遠啦。尋日咧只係咧零零星星咧有4000多人，咁而今日咧約莫咧有90%嘅觀眾，咁要我哋嘅估計咧，約莫咧，起碼都有23000人左右。星島今日排出嘅陣容咧，即係佢哋過去連接五場嘅陣容一樣，亦即係喺聯賽以2-3輸咗俾南華嗰個陣容一樣。即係守門員咧就係張建之，右後衞李李光，左後衞陳少雄，右中衞譚漢森，中堅馮景雲，左中衞就馮景良。右翼歐鵬年，右副張子代，中鋒張子偉，
左副张耀国，左翼咧就系邝远英。南华今日咧就有完全修复咗，佢以前咧曾经系割过呢个横压颈，休息咗有成两个礼拜咁滞。咁啊，今日南华见得大战当前咧，虽然啊佢嘅健康咧可能未有十分好，但系咧因为呢场波紧要嘅关系咧，完全都咧自己请缨，所以南华嘅总队部咧亦放翻佢落去，希望佢能够咧系刺激佢多少士气噶。咁今日佢哋嘅排阵咧，守门员就系刘建章，两个后卫就罗桂生同霍锦豪，中卫线又右置咗曾正雄、李炳淳、梁君耀，前锋又右置咗咧就系黄志强、何尚友、袁全都、袁全益同埋陈叔强咁样噶。咁啊，在开咗波之后咧，星岛咧系首先攞到攻势，佢哋攻势咧非常之猛烈，完全咧系紧接半场啊，向南华嗰方面咧系进攻噶。喺两分钟嘅时候，当张子岱咧就喺左副位得到个波之后咧，佢用斜截线咧系撇交俾阿邝远英，邝远英得到个波之后，马上咧系吊传出嚟，咁啊一吊传出嚟咧就俾到阿张子慧。张子慧可惜嘅头锤咧就冇乜力，仅仅咧系见到个波，咁啊同时咧又啱啱喺阿刘建中右手边门柱嗰处咧系整咗出界，咁啊升到呢个攻势咧系无功而退噶。到到五分钟嘅时候咧，又见到张耀国啊同阿邝远英喺左边嗰处咧，大家眉来眼去啦。咁啊，张耀国一得到个波，虽然系离门有成30码咁远啊，但系见着咧就起脚劲射，呢个波咧系结果咧系高出越门而去噶。咁啊，再过一分钟即系上半场六分钟嘅时候咧，咁啊何尚友翻去救波嘅时候咧，系侵犯咗阿张子慧，咁啊被球证咧系吹罚嘅。呢个罚球离门约摸有成25码。谭汉生一摆低个波咧，就用呢个直线咧，系交咗俾欧鹏年。欧鹏年飞入到底线，马上将个波拔翻出嚟。当时见到张耀国喺中路咧走上前咧嚟到撞射，但系结果咧可惜咧系射得唔准，一撞之下个波咧又高出门楣咧系落野而去。咁啊就喺嗰个时候咧，就罗桂生啊系受伤咗，就出咗场咧系医治。咁啊，结果咧喺十分钟嘅时候咧，佢再翻翻出嚟咧，系继续作战啦。咁啊，喺十分钟嘅时候咧，又见到啊南华嘅李景松咧，曾经咧系左人前进。咁啊，结果啊呢、这个波虽然由张子岱系嚟到主罚，踢个波翻去左路嚟到射门咧，但系结果射得唔好咧，又变咗无功而退。到到十二分钟嘅时候，然之后见到南华咧系第一次向星岛射门，呢个波咧就系梁君彦咧上前出击嘅，佢一路咧系协助前锋推进，咁见到有个机会咧，佢马上走前几步，就离门25码左右咧系直接来球，佢射出只地波，但系咧呢、这个波咧系射得好正，结果咧就系俾阿张建忠咧趴喺佢个地下嗰处咧，将个来球啊抱个满怀嘅。喺13分鐘嘅時候，呢個波咧本來啊星島咧係有機會贏嘅啦，但係啊可惜張子岱咧係失之交臂，因為佢得到一個單刀嘅機會，當時嘅一路個波咧已經逼近呢個龍門口啦，劉建中咧就好似束手就擒一樣，但係點不知咧越時遲那時快啊，就俾南華嘅郭錦雄咧及時追翻翻住佢，咁阿香咧係稍一遲疑，佢話將個波拐過。蝦仔咧，然之後射門嘅，但係咧有一慢咧，就變咗咧，俾阿蝦仔咧喺佢腳下嗰處咧，係搶咗個波去啦。咁啊，雖然啊喺呢個上半場裏邊咧，仲有不少射門嘅鏡頭，咁啊，但係因為咧下半場咧快要開始啦，咁啊，而家兩隊嘅球員咧已經咧從更衣室裏邊咧係走翻入嚟，咁啊，星島咧。是在上半場就挨住場館向大中的方面呢是防守的，現在下半場呢他們呢換了場了，他們變成挨山向住場館的方面來到進攻，今天星島全隊都打得很漂亮，尤其是呢、這個、上半場他們呢
個守衞嘅方面咧，大家嘅聯繫咧係打得好好。咁啊，時不時咧係包抄啊，同埋搶截咧都打得非常之好，使到南華咧係完全咧處於呢個劣勢之外。咁啊，上半場咧就打個黃色嘅皮包，下半場啊大概咧係偏色，稍為陰暗嘅關係咧，現在球證咧就改為踢一個白波啦。咁啊，而家咧係球證咧召集雙方咧喺呢個中圈嗰度咧睇過雙方咧有冇反對要踢呢個白波。咁下半場咧係星組開波，首先咧係向南華進攻嘅。而家南華咧已經咧排好曬陣啦，佢哋而家咧仲未開波，究竟係仲有咩問題喺度咧？而家未知。咁啊，我哋再睇下咧，南華原來咧仍然咧係少一個人啊！呢個咧就係羅桂森，頭先喺上半場咧受傷嘅，而家咧佢係好遲咧走翻出嚟。當佢一踏入球場之後咧，已經咧就開波啦。咁而家星島喺右邊得咗個波，開彭連前後交咗俾邊個啊？咦？仲有交俾阿李磊光，李磊光過咗開波界，橫傳俾啊呢個馮子良。馮子良咧即係用左腳一推推俾阿張子代，張子代喺右副位，再交歐橫連。歐橫連正對上埋咧，阿仔咧已經殺到啦，連波帶上一掘，呢個波咧去咗底線。同時咧，歐橫連啊俾佢撐到呢下咧，現在撳住個左腳咧係跪咗喺處。咁啊，唔知有冇事。咁而家歐華呢個郭錦雄咧係相當咧係呢個夠曬體育精神。佢咧指俾球證仔話歐橫連有事，但係而家歐橫連擺手話冇事。好啦，而家張子代咧喺右邊開出角球，哇！喺六把嗰次落，咁啊呢個波咧冚唪唥流空，但係彈中啊曾俊龍個背脊咧彈翻出嚟。阿黃志強咧翻嚟攞波，而家死守。將個波咧篤篤前直線，俾阿袁元都，袁元都喺右翼位，帶呢個細佬，細佬咧一交交後，俾阿黃志強，黃志強咧交橫傳，俾阿梁金耀，梁金耀喺中圈嗰處即刻用右腳撇過俾陳卓強，陳卓強現在慢，阿李磊光行佢，但係陳卓強死守，即使咧李磊光咧係先用一個老豆傳下嘅李天生傳下嗰個鐵板打掃個波去咗橫傳，咁嘅現在咧而家。梁金耀咧走去抌界外球，一抌抌出嚟，抌俾阿徐游，但徐游正在攞波之際咧，現在又俾阿馮子良咧，將佢邊個係馮子雲嚟啊？馮子良走埋去咧，將個波踢上佢底線，陳卓強咧又開短角球，交梁金耀，梁金耀一踢埋去，哇！呢、這個譚漢新咧用個掩子翻身即刻頂頂拎出嚟，將個波踢出嚟俾子代，子代咧俾佢。彭連，彭連咧現在俾主隊，主隊咧現在攞到交俾主隊，主隊而家十一碼射，哎呀，呢個波咧，佢係啊冇法子起腳嘅本來，因為阿蝦仔喺佢面前啊防住佢，但係佢右腳交左腳，在阿蝦仔未及時啊係食住佢個位之前咧，就即刻起腳，但係因為大概中忙得滯，呢個波咧踢到個波底，彈一聲變咗咧做咗防空部隊。而家咧個波去咗龍門後邊，呢、這個時候下半場打咗兩分幾鐘啦，大家都仲係零比零，重新好波咧啲時候啊，梗係快嘅。咁啊好啦，而家嗰個界外球籃埋退出之後，梁金耀攞到，因為佢俾阿鄺婉英困住佢，所以個波交橫咗，張子代截到，交俾阿歐華連，歐華連接波威攞嚟俾張子代，張子代喺門卅碼，再交翻俾歐華連，歐華連一個斜直線交俾阿張子維。張子維喺底線，而家雖然裏邊仲握佢，但佢一樣埋。咁啊，阿何長友咧係飛咗身咧，將個波踢咗出去底線。咁啊，現在咧，球證咧話呢個波最後墊波咧就係張子維，所以呢個波咧係墊咗咧係開界外球。我咁啊唔退出，馮子良喺個頭槌頂俾啊張子維，但係咧阿梁金耀翻嚟截到，但係個波從高空跌下，又俾個橫聯攞到。交後俾啊李磊光，李磊光即刻交馮子良，馮子良交張子維，張子維用身攞，再半龍門一攞波，現在咧一交交波俾張子代，張子代喺右翼位一直接入，現在射射，嘭一聲起右腳，但係打中網側，咁啊於是乎又成為界外球。今日啲波好快啊，我又要交快啲啦。咁下半場打到而家為止咧，打咗四分鐘，紀錄仲係零比零，大家兩門全負嘅。咁啊，南華而家咧就由劉建中咧踢呢個球門球，佢擺個波喺六碼線嗰度咧，噴嚟咗幾步，一腳射出嚟喺三十線嗰度。跟住一見到鄺婉英咧同阿曾宏鬥頂個波，曾宏頂到之後由梁金耀踢前交俾何晨友，何晨友現在咧交俾袁前鋒，袁前鋒咧攞波嘅時候咧，譚漢新咧將個波搶甩咗，
如果歐鵬連交返後面俾個幾糧，如果幾糧呢再交返過嚟呢係俾返歐鵬連，歐鵬連呢選個蝦仔，而家交俾阿子代，子代呢現在呢再點過李炳松交返後面俾歐鵬連，歐鵬連慢一步俾李炳松將個波呢捉返出嚟，而家跟住呢又見到呢彭望新得到個波，佢本來呢想傳過俾阿子慧嘅，但呢個波呢踢橫咗，一路呢係踢咗出邊線，咁而家又難打，咁呢個快外球。如果由郭錦雄咧執住個波咧抌入嚟啦，佢抌抌俾阿何成友，何成友攞住咧閃過咗歐鵬連，咁而家咧阿平咧想追住佢，佢一捉邊咧踢翻出嚟，交咗俾袁傳忠，而家袁傳忠咧俾陳叔祥，陳叔祥咧含門射走，佢五角位咧係傳中出嚟，而家陳叔祥將個波射線咗，牛屎咧得咗個波，壓住咧就射，但係呢個波咧張建之又好嘢，牛屎足夠膽射，一射埋去咧，張建之喺左手邊門柱嗰處咧將個波咧捧實。一抌翻出嚟，而家咧曾红攞咗，交咗俾阿刘子。而家黄志强喺边线嗰度将个波咧横传出嚟。而家咧何成又立住个波啦，李良喺前线睇住佢，佢再一个横传俾梁君彦，梁君彦咧直线传入去咧，俾阿纪良咧，俾云咧一个头槌整出，纪良咧沉沉声踢个波踢到左边，陈志强将个波咧吊出嚟，斩到李利光唔攞翻，交出嚟后边俾梁君彦，梁君彦俾翻佢。并且压住个波，李利光咧睇住佢，佢再做咧俾翻后边俾阿梁君彦，而家梁君彦咧喺左翼边线左右咧，系压住个波咧，又传咗嚟禁区嗰度，而家完全都压住个波，一松松入嚟，喺中间咧又俾纪良、俾云咧一脚咧扫翻出，咁而家再做咧见到郭锦雄得到个波，大脚咧吊埋龙门口，张建之咧将手一抱抱住，虽然咧有完全喐去冲门，但系张建之咧今日咧打到好静，将个波咧揽到实。佢一抌出嚟，交咗俾中間嘅邝婉英。邝婉英咧，現在呢一個橫傳啊，係俾歐鵬連。歐鵬連帶住個波，含梅就走一個直線，推俾阿平。阿平咧，而家咧係轉過咗李炳松啦，翻翻出嚟。阿康喺右邊得到個波，一閃邊個又再射，但係劉建中走咗出嚟啊！佢仲咧搶咗攞到，呢個咧張月國自己一射咧，又打到邝婉英隻腳。咁啊，英。呢對啊攻勢呢係非常之猛烈，但係可惜咧升到呢捉到咁咧唔好跌角，而家俾黃志強啊得到個波，一跳跳落去禁區裏邊，當時陳志強咧已經跌入啦，但係陳建輝做乜嘢？崔雞咧原來話陳志強安低，哇真係慘啊！今日啲波講到我哋嘅盧振英炸曬冧啊！原來呢個波咧原來陳志強咧係呢個扮越位，咁而家李美光退出。交俾阿谭永生，谭永生快速交传，俾过去都彭连攞，彭连攞个头垂线流，俾阿虾仔快速交出，本来佢想俾陈世祥嘅，陈世祥攞唔到，李永光咧面对一刀交传，快速交传交出俾阿罗振生，罗振生一个头垂线交俾阿曾俊龙，曾龙交俾阿何俊友，何俊友过咗中场，用左脚咧交过嚟俾阿黄志强，黄志强用右脚夹住，现在用右脚一推，再用右脚支持，呢下波咧。阿如果啊，一個頭射一點，但係咧張天師啊，今日真係好嘢啦，佢唔俾擺埋，又至咧一個步手中啊，萬馬分鐘狂咧手接住抌翻出嚟，俾阿張如果張如果現在一交交過嚟俾阿郭宇英，郭宇英咧現在打咗上，哇！阿張敬龍咧喺後邊優勝，咁啊呢個領域你點從咧冇理由嘅，加埋得個多手去打入嚟啊，郭宇英一下半隻。加萬省波餅，李炳松呢啲咁嘅體育精神真係要唔得。佢啱啱嘅邝婉英瞓喺住佢加萬一個波咧，斬埋邝婉英先。而家頭先咧佛立華，而家立華咧喺呢個由阿張子代啊喺左翼位前邊咧，佢佛頭佢而家吊埋去呢個離門咧十零碼，咁啊呢個波咧阿柯凡連咧正在埋去，但係李炳松咧正在去追波，咁啊即知咧呢個波流落俾阿蝦仔，話佢。他想要的现在上你的台灯在北马打打正常你的台灯会开播大附近用右脚一送送的我就有我就有现在好正没人骂他他现在用左脚送过来一比比一仔一仔一块这个波比一陈志雄接到他回出来给张子代张子代一个直线波比一邝婉英邝婉英现在呢打人线波这个波呢入了哎呀这个波呢他一比比出来我谭汉生啊助攻他在这个龙门喺呢個龍門，呢個張子慧嚟嘅，張子慧喺龍門口咧，張子慧嚟嘅喺龍門口十三碼，佢射得冇乜力，呢個波咧又俾南華救出。而家何仲有喺前線咧，大腳射埋龍門口，前線人咧一個頭槌整翻出嚟，哇！仲係遠線咧，頭尾射得嚟攞到波，佢喺走啊！呢個張子代嚟嘅，張子代攞到，
一個直線過頭波俾阿子維，子維用右腳一跳過咗，而家俾阿歐華連入啦啲啊，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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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錯啊，歐華連咧走正埋嚟，喺呢個八線嗰邊咧用右腳一推推入啦，我都話入啦呢個波，呢個波咧用掃把腳，因為阿劉建中出咗嚟，佢用掃把腳射入，呢個時候一下半場打咗九分半鐘。南華咧先輸一球一比零，中島咧現時咧係開齋，暫時咧係以一比零領先。咁啊，南華輸咗呢個波之後咧，輪到佢哋咧係終於射開啦。連續波環佢咧俾阿益仔，益仔咧交翻後邊俾梁君彥，梁君彥就喺半場嗰邊啦。一個波交傳俾何俊友，何俊友喺左副位再交翻出嚟俾袁傳高，袁傳高咧想話送俾阿陳叔上嘅，俾李李光咧截住一截翻出嚟咧，俾梁達上一腳揸翻咗過嚟。俾阿康正就想大波咧，點知又俾梁君彥咧搶咗，一腳射前邊咧，又見到咧呢個李李光將個波咧撞咗出去橫邊勾西。下半場打到而家為止，打咗十分鐘，中島咧喺半分鐘以前咧由歐華連射一個波，暫時以一球領先。咁啊，南華現在咧抌大外球，但一抌出嚟咧，而家又俾歐華連搶咗啦。佢一交交過嚟，俾阿康咧，馬上咧又俾佢。而家陳連咧孤身撐住一大段嘅波，而家用右腳加左腳加翻啲右腳，俾阿平，阿平閃過咗啦，送出嚟咧俾佢，佢咧想話再打隻射，但點知咧又斬到羅桂森。呢個波咧佢係太過即係自由淡定，如果呢個波咧一腳走埋咧應該有機會嘅，但係如果又俾中島搶翻，雖然國家後面咧俾阿小梁咧盲攣攣咧跳落去禁區裏邊，咁啊結果咧阿子維咧已經係變咗咧係跌咗落去越位陷阱，咁啊頭先咧阿子維咧交個波俾邝建英咧非常之好機會嘅，但咧佢係淡定過頭。結果咧又失去一個可勝嘅機會，咁就喺中場嗰度咧一踢出嚟啊！呢個袁傳益攞到波嘅時候咧，又見到阿曾耀廣咧犯規，因為喺後邊咧撞到阿袁傳益，一球正嘅追罰。曾文執住個波咧一踢出嚟，交咗俾阿袁傳高，袁傳高走咗右翼位，佢一閃穿過阿小雲，將個波還傳出嚟俾何俊友，之後俾牛屎咧再踢出嚟，俾梁君彥一個直線波。想下俾肥油嘅，肥油咧變咗漏油，而家幾雲咧搶翻個波，搶翻個波之後咧交咗俾阿香，阿香咧現在咧想快，但係咧結果始終將個波咧縮咗出界外。咁啊呢個時候下半場打咗十一分鐘啊，總共係一比零，中島暫時領先。咁啊剛才呢個波咧，因為曾俊龍咧抌界外球出嚟嗰陣時咧，打中啊張子代隻手，而家曾俊龍咧過咗半場射罰球，佢大腳送前俾阿黃志強，但係呢個波咧係啱啱喺底線嗰時咧，佢依然咧截到，雖然張耀國掹住佢，但係咧俾阿譚漢生咧大腳踢咗出邊界，現在完全都咧抌出嚟，抌俾阿完全都咧踢埋去馮子強攞到，交俾阿球哥華聯，阿華聯咧交過嚟嗰陣時咧，呢個楊金耀咧大腳咧直埋去，咁啊呢個波咧站中啊李李光嘅背脊咧，係出咗底線嘅，所以球證咧現在話南華咧係得到一個角球，現在陳卓祥咧喺左邊攞角球，各位睇下啲人車咧知道呢場波嘅精彩啦。而家陳卓祥開出嚟喺十八碼嗰處落，咁啊呢個波咧因為鄺天英翻嘅救波佔咗喺後邊。咁啊，俾阿馮子良咧加腳踢咗個波過嚟，俾阿張子代。張子代咧而家帶咗成幾廿碼啦。咁啊，而家李炳松咧去握佢，冇錯，呢個波咧李炳松咧包抄過嚟左翼仔咧，即刻咧將個波咧噴咗出邊界。李炳松咧球頭咧就係唔係幾好講氣，但係咧打波啊點整？而家李炳松咧呢個張子代咧將個罰球踢咗出嚟，俾接幾日，幾日咧現在又俾翻咧子代，子代喺左翼仔。而家你睇見佢用右腳射埋去冇咗啦，佢用右腳，咁啊張子維咧一個頭前一頂，咁啊本來呢個波咧係喺阿劉建中咧左手邊右手邊處咧出界，但係劉建中咧將水流入網，所以咧用個手指尖咧擦一擦，咁啊變咗現在啊成為咧角球，現在張子代咧佢咗喺左邊角球呢個罰球點嗰處咧係預備踢呢個角球嘅冇咗啦，現在。南華咧只得三個人喺前邊，林鵬咧翻嚟退守，而家張子代用右腳咧，梗係冇錯，佢用右腳以換面喎。咁啊，羅桂生咧喺個頭槌起線喺條線邊咧頂得出啲底線，所以又成為國球。你大家聽下啲人聲啊，嘘嘘聲啊，犀利啊！今日場波精彩不停。
现在张子岱咧又掉埋嚟喺十字码嗰边落，何尚有翻嚟救波一个头槌整翻出嚟，俾阿张耀国攞到，交俾阿张子岱，张子岱咧现在用右脚拨到左脚，射得咧唔系几行，偷虽然偷醒角喺阿刘建中左手边处嗰处咧，俾阿刘建中咧系卡到呢个地波。現在個波踢翻出嚟，由金元攞到，交俾陳昌祥，陳昌祥接球埋啦！而家咧，哇，好彩咧，馮子霖包抄得到，爆個波去咗邊啦？呢個真係前頭先一個角球，咁樣慢慢啊，係由左邊陳昌祥離開咗呢個角球下半場，打咗十五分鐘，呢度一比零，輸到咩戰線？陳昌祥開出嚟十二碼點嗰度，咁啊跟住咧點何就有一次試咗個右邊，俾中到一個陳昌祥嘅三分。而家今日咧試咗波咧再度斬落，應該有機會啦，冇錯啦。何成有整到，但係可惜咧係整咗出去曬外，喺個雙線先右手邊離處啊，離門約網咧有成一碼之遙咧係出咗發。而家李偉光去踢呢個球門球，一腳射出嚟喺中圈落點，張志偉將個頭槌線線咗邊行。好啦，而家超超過咗梁根耀一個前線，但係咧可惜攞唔到呢個波咧，俾梁根耀咧係交俾羅桂，羅桂咧踢咗俾阿郭錦雄，郭錦雄現在咧逼高一腳交咗俾陳雪祥，陳雪祥喺左翼邊線用嘅地方咧係交咗出嚟俾呢個袁傳忠，袁傳忠咧再撥翻出嚟俾咗何晨友，而家幾強去 mark 住佢，俾一個橫傳俾曾雄射門，呢個波咧曾雄咧射得相當有勢，但係可惜咧亦都係稍為。射出咗市外，咁啊現在咧係又成為一個球門球。下半場打咗十五分鐘，1-0，星島咧暫時以一球領先。張建超開球門球一撥撥橫俾阿陳少雄，陳少雄交翻俾佢，如果執住個波咧拍咗幾拍，準備咧係射出一腳射出嚟咧喺中圈嗰度，而家見到何晨有一個頭槌入咗去俾陳少祥，陳少祥咧將個波兜前，但係李磊光咧截住。而家李耀光呢看他怎樣交啊，他用左腳交給歐鵬年，歐鵬年在邊線那裡一個直線波想說傳出，但是呢被郭錦雄呢截住，那跟著歐鵬年上前去搶他，那就將個波呢撞呢，結果個波呢出了這個橫邊勾西，現在又南華郭錦雄在這個前半場那裡呢是等這個界外球，一等等來呢交了給曾雄，曾雄都給回他，他馬上呢帶出來給何晨友，何晨友在左邊活動了，現在一路閃閃過一腳波能勾翻出嚟，但係張天師咧，正如阿葉華士仔今日咧，佢唔俾鬼迷啦，打得好勁，又見佢咧走前一步咧，將個波抱實，而家咧抌翻出嚟，交咗俾歐鵬年。歐鵬年啱啱帶過咗半場，咁啊，但係前邊咧冇咩人接應嘅，佢不爭咧將個波咧勾後咧，係俾阿紀良，而家紀良咧亦都上近呢個邊線嗰度啦。紀良一個橫傳出嚟咧，俾咗阿平，阿平而家帶緊波，想話一個直線咧。是俾阿張子岱嘅，但呢個波咧俾李炳松咧勾死路，連忙一截截咗佢。而家李炳松順勢咧將個波咧帶咗出嚟，而家佢橫傳咧俾何晨友，何晨友喺翻左副位大腳射入去禁區裏邊，幾人一個頭槌咧頂高咗。而家見到袁傳滔去攞波，譚漢新跟住搶到，咁於即先呢個波咧由譚漢新咧係射咗出去橫邊勾西。不知不覺又多打兩分鐘，下半場打咗17分鐘，紀錄1-0，南華依喺左邊等界外球。陳雪祥抌抌咗出嚟，俾呢一個何晨友，何晨友俾翻佢，佢斬中出嚟，但係陳少喺個頭槌一壓，入翻出嚟，跟住咧見到袁傳忠，見到呢個李炳松咧喺左腳咧射門，但呢個波咧射得好正，俾阿張天師咧接住，一抌抌出嚟咧係俾咗呢個張耀國，張耀國現在啊係交咗俾阿平，阿平而家咧搏上一腳俾阿邝燕燕，邝燕燕冇你咁好，馬上踢去右邊交俾歐鵬年，而家歐鵬年一路帶緊波。他走咧扯箭扯射，佢一個直線波俾阿香，阿香再俾翻佢最遠先入到入馬線，但呢個波咧係跌咗俾李炳松一板啊！咁啊，歐鵬年咧三條腳咧都攞唔到個波，劉建中已經瞓喺地下咧，已經咧等住個波嚟啦。咁啊，即使劉建中不斷咧而家等出嚟俾啲仔，啲仔講啊再扯箭嘅時候咧，係咪俾阿張耀國生咗出歐西啊？冇錯，張耀國咧一單生咗個波出咗歐西。現在呢變成南華呢在後面自己後半場呢等大外球，羅桂生現在等出一等出來呢，張子麗呢加上一個想交回你給後面給陳少雄，但是這個波呢又退了出邊界，現在曾雄又在自己右三閘邊線那邊等大外球，他一等等給益仔，益仔用心口罩，但是個波呢給張耀國拿到，張耀國呢交子麗，子麗呢現在大腳踢前，那麼鄺天英呢因為梁金燕埋來
mark 佢咧，佢用手推嘅，球證咧睇唔到，而個波咧亦俾梁君彥咧佢嘅轉界，咁啊因為梁君彥咧阻住佢，佢監督嚟推佢一樣，球證睇唔到。而家降邊邊咧喺前半場左邊角球旗飛出嚟十零碼，一抌抌俾阿張子弟，張子弟現在咧過你過羅桂生，羅桂生咧現在。佢一哎呀陰功啊！佢過咗劉桂生，佢一交去中間，周華連醒水，醒先離門四碼，啊個波過咗，咁我俾阿仔咧係截到，而家踢翻出嚟俾何長友。我相信啊，嗰啲勇星品咧冚唪唥重生曬冇錯。而家何長友咧將個波撇咗俾阿梁君耀，梁君耀咧又交翻俾何長友，何長友咧今日個手嘅咧一棒啊係。俾咗阿張呢個波，張月國攞到，張月國一踢前兩時咧，何仲有咧打籃球，球證話唔啱，打籃球啊去收水喺政府大球場咧唔得，所以而家咧球證咧罰呢個何仲有，呢個罰球咧就喺中組後防地門咧有冇係四廿零碼？而家咧啊，夏望新咧擺正上腳，呢個時候下半場打咗二十分鐘，小六仲係一比零，一比零中組領先。而家譚漢生大腳咧踢前，想俾右翼嘅，但係俾阿梁君耀一個頭槌頂擊，何長友咧接到，交翻俾梁君耀，梁君耀咧俾阿陳翠祥，陳翠祥喺邊線俾阿何長友，何長友用右腳一推前咧，但係咧前邊咧整個星組人佢喺住，洪水良又一腳咧踢佢嘅邊界，今日啲波咧高潮迭起，可以講得話咧買三個半人錢嘅咧入場咧有賺啊！直就有賺啊！而家呢個大落球抌咗出嚟，梁阿何長友正就想上，但係因為啊阿蝦仔咧係阻人，球證咧現在吹雞，吹雞罰呢個罰呢個勝造，咁啊現時啊因為咧先早有人將個波踢咗出去邊界外阻時候，所以啲勇男等逃生曬，現在梁金耀啊射咗啲。將呢個波咧吊埋嚟，咁啊何長友一個球條頂埋龍門口咧，呢個波咧啊慘啊！呢個波咧，呢咧就係阿張建之咧打咗出嚟，最後咧又係呢個曾俊豪咧吊埋佢嗰陣時咧，呢個波咧阿何長友一踢咧又中指彈出嚟，再次啊再由咧再由何長友本人起腳咧又出咗界，呢個波咧哇連環腳，哎呀睇見張建之咧已經離咗門嘅啦，封門，但係出啲咧。南華都要中柱之下咧，南華咧可謂咧唔夠運啦，話南華一世夠運係假嘅。呢個界外球射翻出嚟之後，郭錦龍咧射俾陳翠祥，陳翠祥照埋中間，但係張兆國今日咧唔係奶奶行啦，唔係寫寫咁啊，用心某一照，完全咧帶全十號碼交咗俾阿歐華連，歐華連打打出去，打打得勁，打打得勁，哇！而家唱大中擺啦，完全即刻交過去右邊，走右邊打去張子弟，張子弟用左腳一拖，又交右腳，佢一張耀國，張耀國咧想俾鄺俊英射，本來張耀國咧向來敢膽亂射，但係做住呢個波唔射，所以俾羅桂生救翻出嚟，然後交咗俾黃志強。黃志強現在咧，因為阿整人嚟孖住佢，佢而家咧交俾阿益仔，益仔攞波嗰陣時咧，陳少雄一踢又踢到黃志強，黃志強現在接住跳埋嚟龍門口，張天師咧即刻一接住，哇！啲阿姿勢咧，哇！我相信李景成咧跳到懵眼啊，跳到懵眼，而家咧張天師咧大腳將個波踢出嚟，李景成過咗三十塊，而家交俾曾俊雄，曾俊雄咧又想交俾陳少雄，但係俾李永光咧一腳。踢咗個波咧，去咗邊界。而家咧，我睇住啦，郭錦龍咧走對前半場咧，咁界外球。下半場打到二分為止，打咗廿二分鐘，紀錄上係一比零，中組咧贏緊。咁呢個波咧，而家由蝦仔咧抌咗出嚟之後咧，一腳咧踢咗出去，完全都一個頭槌射出嚟中間。咁啊，跟住中組咧密集防禦啊，再由呢、這個張耀國咧踢咗出嚟，加咗啲抗議。咁呢咧現在咧係俾咗阿安，安閃過咗李炳強一路咧喺左副位斜射啲帶入，如果有機會咧用右腳交交出嚟俾阿平，阿平咧現在俾阿文遮，呢個波咧又射咗，呢個波咧都好似攤凳嚟食，中島嘅腳法咧真係好嘢，今日揸住啲波咧非常之定，非常之定，南華前邊有三個守衞睇住佢兩兄弟，係咁樣傳來傳去，即使咧由阿平咧睇定咧自己唔攤高射，傳俾阿文。歐文走埋去咧，入職咧，離門約網有七碼咧，就射入咗。打到而家為止，打到二比零咧，中島勝立華暫時。咁啊，現在中圈再開，完全都咧，撥防俾阿何尚友。何尚友咧，交後邊俾阿曾國龍，曾國龍撥過嚟俾阿黃志強。黃志強咧，現在大腳咧，笠埋龍門口。
咁我都頭頭同阿盧振軒講啦，嗱嘛，如果短傳唔得咧，一定會第一搶傳。而且咧，果然咧不出所料，但係呢個波咧又俾張冠之踢到，交出嚟俾阿歐華年。歐華年咧今日咧見一幅相，佢而家交翻個波俾阿李永光，李永光交傳俾子代，子代俾佢，佢而家咧即刻交俾左手右翼位嘅張子維，但係咧梁金如退咗出邊界，張子維咧喺前半場抌界外球，抌翻俾阿華年，將歐華年咧現象咧係俾阿。你知道阿胡子良，胡子良即刻俾咗歐華年車前，李炳松咧攞到，佢抹住阿張子代，佢即刻交咗俾阿蝦仔，蝦仔現場交俾阿梁金耀，梁金耀呢一個地方送俾阿黃志強，黃志強現場打中鋒，咁啊現場咧俾阿胡子良咧連波帶腳送咗個波送甩，蝦仔咧胡子良咧攞到，又是交俾歐華年，歐華年咧現場入咗禁區前，咁啊交俾阿子維，子維現在咧以成熟嘅腳法咧喺度扭波，睇下佢點啦。佢喺右扭，佢即刻射翻個波去後邊，俾阿馮子良，馮子良現在撥俾阿梁張宇國，張宇國即刻接俾阿張子代，張子代咧接翻過嚟俾陳少雄，陳少雄都助攻，佢而家咧又交俾阿張宇國，張宇國俾阿陳少雄，陳少雄咧見阿邝燕燕冇人包喺左翼位交俾邝燕燕，邝燕燕咧现在大横，又俾阿张耀国，张耀国咧打俾陈少旺，哇！现在咧石人打拉布咁，而家又俾张子代，张子代咧一招后边，而家邝燕燕埋，哇！邝燕埋啊，即知啦，因为啊，阿刘建忠啊系甩手啊，所以呢个波咧，邝燕燕埋到龙门口，太过贴啦，虽然射空门咧都射唔到，因为企到喺。市民出嚟咧，至多兩三尺，所以個波咧打咗個網質，出咗界後，咁啊現在啊，嗰啲球迷咧同聲讚出睇清楚，就見到咧開個界外球出嚟，啊張月國一個球者頂到出邊界，現在邊個抌界外球？而家羅桂森咧抌界外球，哇呢、這個波危險啦！一抌俾何晨有個球咧，俾梁冰月一隻腳睇下何晨有個頭殼想邊個？咁啊而家球證咧係衰罰。咁啊，曾雄一踢咗俾梁金耀，再交过嚟俾何晨友，何晨友现在带咗几步交过嚟俾阿益仔呢，系打咗好似右翼位，同牛屎呢系调转位，牛屎呢走去中间揾传，咁而家佢又交后俾曾雄，交后俾梁金耀，梁金耀俾出击助攻嘅阿虾仔，虾仔但系一带多一步呢，结果呢个波呢俾阿谭汉森抢咗，而家交咗俾呢个。你阿彭年，阿彭年咧大腳咧跳上前邊，我現在咧係超過咗，而家又阿彭攞咗個波，擺過咗劉建忠射入空門，劉建忠咧走出嚟攞佢個波都攞唔到，俾阿彭咧擺過佢咧，然之後咧射咗入去空門，打到而家為止咧，下半場打咗26分鐘，升到咧已經咧喺贏3-0啦，咁啊升到今日咧。打得非常非常之靓，我喺半场呢已经呢对佢哋呢係加以推崇啦。点解啲下半场呢佢哋更打得好，打到南华呢简直呢冇晒负。咁今日呢今日南华呢如果係输呢场波呢佢哋完全呢係俾呢个星岛技术击到嘅。星岛唔知前锋靓后卫亦打得靓。好啦而家终于再开之后呢又见到呢南华上波啦。由输边嘅推前嘅时候呢邝燕燕得到个波一次将个波呢踢咗横边勾西。咁啊，呢个时候咧，下半场已经打咗27分钟啦，比率系3-0，星岛咧暂时赢紧南华嘅。而家黄志强啊，喺右边角球期最出嚟廿码到抌界外球，抌俾何长友，何长友咧现在一拨拨转，想俾阿李炳荣，而家李炳荣咧上去扑杀，咁啊，但系李炳荣呢个波咧，俾阿张子代攞到大脚交传俾阿子维，咁啊，呢个波咧，因为子维啊系犯咗越位啊，冇错啦，南华因为空勤进攻。所以咧，呢個波咧係跌咗落越位陷阱。咁啊，現在咧南華咧直頭搏殺殺啦，因為輸咗三個波，咁啊冇法子唔搏殺。所以李炳松咧都走埋上去前線。咁啊，現在呢個越位波咧喺後半場由曾俊龍踢出，交俾梁金耀，梁金耀踢前，但係南漢新咧非常之勇猛，佢話南華唔要佢，所以佢搏防，佢使一個頭槌頂交俾阿邝燕燕，邝燕燕俾阿張子。阿歐華年，歐華年咧現在咧係交咗俾阿張子代，張子代咧哇好波啊，哇阿楊金耀咧好勾腳啊，踢腳傷，而家張子代想埋去踢打佢，咁啊但係咧球證咧推開，咁啊呢個波咧張子代贏咗波咧，我相信佢唔好起火啦，因為起火咧徹底，佢而家雖然係楊金耀咧咁 Julia 係踢佢一下腳傷，咁啊而家咧球證咧埋去勸住佢。咁啊，呢個波咧亦都罰阿梁金耀，咁啊而家咧佢又摸下只腳，球證咧係罰
十一两金月。咁啊，呢个佛头咧，现在就喺呢个南华禁区啊，呢个前边啊，呢个右边。现在咧，横年咧，指嘅佢一交交俾阿张子岱，但系张子岱咧唔走，好似咧闹意咁样。球证唔知点解又话未吹鸡，踢呢个波咧，直头又应该要算咧。如果再踢波，欧凡联咧现在一交还俾阿张，而家变咗张子岱主踢，交俾阿张子岱，张子岱撤出嚟，想俾阿张耀国嘅。呢个波咧系阿李炳强咧错咗，佢又交错咗俾阿张子岱，张子岱交埋去俾欧凡联，欧凡联攞唔到，由阿何曹有交后，曾洪出出，现在俾李炳强，李炳强现在俾罗桂生。罗继生俾阿梁君耀，梁君耀现在睇定冇人握佢啦，佢喺度直带，带到开波界，过咗开波界啦，佢现在用右脚一推，睇下点样啊啲啊，佢而家咧原来斜传过嚟俾阿曾洪，曾洪咧大脚吊门啊冇错啦，但系啲下咧，哇有好波啊，啲下咧接住咧系啊，张建之咧接住啦，但系俾阿吴田益咧系中屈咗，咁个波咧接住咧又射翻出嚟，前期底线啊，梁君耀咧。埋去掩射，但系呢一波咧，即知咧又中到啊陈少雄咧，只脚咧系弹咗出底线，哇！呢个波啊，讲到炸啦嘛，真系，哎呀，周乃阳台长一定要整翻啲心俾我食下先得。咁啊，现在完全呢个喺右翼位嘅佢嘅角球，呢个波喺十二码处落死啦，哇！我做一个球就一顶，但系俾阿南满上去顶翻出嚟，完全又跟住接到，交翻后边俾阿郭锦雄，南华全军进攻。正在交埋去，但系球证咧，飞鸡话完全益啊，黄志强越位，其实呢个波唔系越位噶，仲有李李光喺后边，因为佢追错咗，咁啊，现在呢个越位球咧，由阿谭汉生射出，一交翻俾李李光，李李光现在睇住，大咗咧交过俾欧凡联，欧凡联咧现在拉住个波，佢唔睇住左脚交右脚，睇住左脚交右脚，右脚咧交过去俾阿张子岱。张子岱咧，现在咧，佢要捻佢啦，佢而家企咗喺度，周后俾阿张子岱，张子岱又攞紧嘅，陈志祥都点样飞佢啦？但系佢好定，交翻后边俾阿冯子良，冯子良现在用扫把嘅，又交俾张子岱，张子岱咧就直接交俾阿子伟，子伟现在喺第二底线攞到，咁啊大力啲嘅波咧，杨根如一放出咗界，呢个时候下半场打咗三十一分钟咁滞，3-0，嗱万里之，你系边个？对唔住啊！中岛暂时赢紧南华，3-0。咁啊，阿宇哥讲到紧张起上嚟咧，难免咧系口快快咧讲错咗，好彩佢醒目咧，立即咧加以修正。好啦，而家中岛仍然咧控制住个场面，张耀国将个波咧系射咗俾谭汉生，谭汉生咧又大脚兜过嚟左边咧，俾呢个陈少雄，陈少雄咧自己唔想咩镬，佢交传俾阿景云，结果景云呢下咩镬？因为一踢前嘅时候咧，系俾阿袁成英咧截到，佢交翻出嚟俾牛屎，但系咧佢啊牛屎咧就俾阿陈少雄咧系困住低地下，球证又唔追罚，因为呢个咧系冇前心嘅。咁啊，结果景云攞到个波咧交咗出嚟，张耀国，张耀国咧又交落俾谭汉生，谭汉生现在咧大脚跳过右路，交俾阿欧鹏咧又交后咧俾李李光，现在咧升到咧简直咧将呢个南华联揞嘅，但系李李光脚法唔好，学人扭波，足足自己咧。佢甩咗個波出嚟，因為佢俾阿何常有得噏幾嘢去路，咁而家南華搶咗個波，由黃志祥得咗一加加個嚟仔右翼位嘅吳傳滔，吳傳滔咧正就想過幾雲，幾雲咧好似食咗火藥咁樣，喺上半場咧已經咧係有多少無手無腳啦，而家咧又阻住吳傳滔咧唔俾佢前進，現在俾球線追罰，牛屎咧搏亂一下咧踢入去禁區裏邊，俾阿景雲咧踢翻出嚟，而家南華咧仍然爭紅攞翻個波。但正在想扭入的時候，俾邝婉英咧系抢到，咁啊跟住啊系见到咧，见到咧呢、這个七号嘅欧鹏年咧，大奖咧想话吊去右路，交俾阿香嘅，但阿香咧已经咧啱啱过咗半场，所以弹越嚟，因为当时南华咧空勤进攻啊，咁啊变咗后场咧冇人，阿香虽然系企得好远咧，但系仍然对实越位嘅。好啦，而家转转之中咧，又见到南华得到个机会咧。是抌在外球啦，开仔抌出嚟咧，系俾袁全洲，袁全洲接高咗个波，马上咧又俾升咗个欧鹏联咧接到，一脚射咗出嚟咧，交咗俾阿香，阿香咧现在交俾阿平，阿平走又要追线，点知嘣一声咧又跌咗落去越位陷阱，阿平仲唔知俾人装凹洲，佢结果咧仲摆只手唔忿气，但系我同阿月咧都睇得好清楚，冇错，佢又已经犯咗越位。
如果南华咧踢咗二球球出嚟之后，一指点咧，我睇下边个攞到个波先。而且咧系见到啊虾仔咧攞到个波，一啲啲全都郑叔长，郑叔长咧正就想一个直线交俾呢个何俊友嘅，但系而家咧又俾升到咧系踢翻出嚟中场，跟住牛子咧接到，牛子咧现在咧系一路咧扭过咗两个人，一个咧就系陈志雄，一个咧就系邝婉英。咁啊，而家交咗俾何俊友，何俊友拨翻后。再俾梁君耀，梁君耀咧，現在俾張龍遠射，但係咧呢下遠射唔夠力，結果俾譚敏欣咧係撞翻出嚟。而家梁君耀又攞到一隻腳過去左邊，交到俾阿袁權刀，袁權刀咧雙出嚟中間。而家咧見到南華咧呢個蝦仔咧就喺呢個右副位嗰度咧射門，但係俾張耀國咧接高咗個波，跟住張建斌咧將個波咧抱咗喺心口裏邊，俾我抌出嚟俾阿香，阿香咧好整以下。睇定先，然之後傳咧，傳出嚟咧，就俾邝婉英，邝婉英咧現場咧又俾翻佢。而家阿香咧作快，都係一個遠傳，但係咧佢一個短傳嘅時候咧，俾曾龍咧接咗個波，而家踢翻出嚟，咁啊嚟到咧陳志雲咧要多走一程啊，然之後追翻個波咧係踢咗追呢個邊線嘅，而家咧打咗有34分鐘啊，紀錄咧係3-0，中隊咧係遙遙領先嘅。咁而家牛子咧抌個波出嚟咧，俾阿曾龍，曾龍咧現在一撥撥橫，加咗俾何俊友，跟住幾良咧又抹住佢。咁而家出邊個波咧，係俾呢個張耀國咧截咗出嚟，而家由曾龍攞翻，再加俾梁君耀，梁君耀咧變咗喺禁區裏邊。咁啊，因為咧陳少雄同阿李雲咧係閂住阿鬱仔嘅氣路，個波一路咧喐咗出去底線。呢個時候打咗35分鐘啦，下半場正早暫時贏緊南華3-0。咁啊，現時呢個球門球咧，由阿譚漢生開出，一射射出禁區外，俾阿陳少雄，陳少雄咧俾阿張建書，張建書現在攞波咧，阿袁傳都咧埋去想衝波，但係咧張建書咧何等快巧，現在將個波射咗出嚟俾阿李李光，李李光咧再交傳俾阿歐柏連，歐柏連咧因為肥羊嚟摸佢，交翻後邊俾阿馮子良，馮子良咧再交翻俾歐柏連，歐柏連又交翻俾佢馮子良。只要眉來眼去，一對球場大情人，然後呢，歐柏連呢交我去俾阿張子代嗰陣時呢，呢個曾俊雄呢去呢個張耀國嚟㗎，張耀國攞波嗰陣時呢，上波阿曾雄呢去阻佢使到球證罰佢，張耀國射出呢個罰球，交俾阿馮子良，馮子良呢即刻俾佢，佢而家張耀國調過嚟俾阿邝婉英，邝婉英睇到甩埋中間，呢個波呢想罰交俾張子代嘅，但係李炳強呢個球場夠張。咁啊！呢個波咧，即使咧由鄭業國攞到，交俾陳少雄，陳少雄及時喺邊線攞到，又交俾邝婉英，邝婉英咧佢上俾阿香嘅，但係咧俾李炳強截到。咁而家李炳強咧係走前幾步喺右截上射位嗰處咧橫傳俾阿蝦仔，蝦仔跌過俾陳卓祥，陳卓祥一個射直線咧準備完全高，呢個波俾阿譚漢生攞到，譚漢生踢前咧俾阿陳卓祥拉翻，正在追上，譚漢生雙攻逐對。雖然將個波踢咗出邊界，陳卓祥喺前半場咧係抌大籠籠，一抌俾阿曾豪，曾豪咧現在埋邊個何長友嚟噶？何長友先再埋，又俾譚漢生咧係截到。如果譚漢生個冇波咧，南華咧係錯在唔用佢啦，今年而佢自己波咧接住又喺南華陣地邊個星島陣地嗰處咧係俾阿曾豪攞到，交俾阿葉仔，葉仔咧現在咧係攞到呢個波，一對吊埋去，現在咧睇住咧。黄志强咧，中华龙门口接住阿何长友咧，顶呢个头锤，一脚扫埋去，但系呢个波咧系越门而去。咁啊，现时啊，阿李李光咧，因为尝试啊，系摸阿何长友嗰阵时咧，大概啊相撞一下咧，而家瞓咗喺度，一个笑字咁咧，趴咗喺度。咁啊，呢个时候咧，系下半场咧，仲有10分钟就打完噶啦，纪录就系3-0。3-0，星島暫時咧贏緊呢個南華嘅，咁啊相信咧如無意外啊，星島咧今日咧一定可以贏呢場仗咧，係打入呢個準決賽啦。咁啊現在咧因為啊李李光咧瞓咗喺處唔喐啊，所以有啲信義咧還出嚟咧係抬咗佢出去大後窗，即係梁仲偉嗰啲馬仔咧係命抬咗佢出去。咁啊暫時咧星島咧係以10人應戰嘅。咁啊剛才啊在贏咗3-0之後咧。張子代咧又變咗奶奶閒咁樣咧，有多少換席？咁啊，我睇見星島啊，啲捧帥坐喺旁邊咧，個個咧都用手要佢咧唔好發火。咁啊，而家見個快樂台出，有邊個
可以知啊，球門球退咗出嚟之後咧，張子岱有個機會咧照常去前線，俾阿邝燕英，但系邝燕英咧追唔到呢個波，俾阿李炳松射翻俾阿刘秋，刘秋跳出嚟俾梁金耀，梁金耀現在俾咗阿蝦仔，而家郭錦明咧直頭咧打咗射雙上，梁金耀打左耳側，佢俾陳世祥。陈世祥咧俾阿苏华涛俾阿佢，佢就嚟发出嚟。咁啊，呢个波咧，冯启文咧现在咧死握曾红，咁啊曾红咧现在早咗上去咧，好似打正前锋咁样。黄志强啊打右副，咁啊球证咧现在话呢个波咧，最后系中早有人变出，所以咧变咗系角球。现在啊，陈雪祥咧佢开角球，佢用右脚咧系踢出嚟俾梁金耀，梁金耀咧系。佢上射麥華開圍嗰陣，佢喺呢個亂馬咧就起個射門，啲阿爸佢叫佢又是辛苦咗嗰啲執波仔嘅細路，然後呢個波咧熱門嘢去咗天王寺何鎮咧。咁而家我哋睇下個鐘咧，有冇仲有六分鐘咧就打完呢場波啦。咁啊，中組咧現時咧仍然以3-0領先，中組咧並且咧而家咧開呢個球門就球網射咗射，射咗出嚟俾陳少雄，陳少雄咧唔俾翻阿張建之啦。佢帶咗幾步之後喺個直線嚟俾張耀過，張耀嗰個直線咧又俾呢、這個張子慧，張子慧正在追射嘅時候咧，黃俊幾期話佢咧已經係越位，咁而家越位球喺南華嘅後半場爭在線，就冇啊！如果波踢射出嚟咧，交俾何晨啊，何晨喺立住咧用左腳交俾右腳，再一踢射出嚟只蝦仔，現在咧南華嘅蝦仔咧，即係郭錦宏咧得到個波啦，又俾翻過嚟。俾呢一個何晨友，何晨友咧就俾阿譚望新咧困住咗，咁佢好處理，現在球權咧係追罰呢個星島。咁啊，何晨友個體育精神咧非常之好嘅，就唔似咗咧係有個別球員咧誤差。咁而家呢個罰球咧由阿蝦仔咧主踢，一腳打埋去，呢個波可惜咧熱門而去。今日南華咧個球運啊唔係幾好，打又唔打得夠星島好，所以現在咧仍然啊係要食緊光蛋。雖然佢哋喺聯賽咧高高佔在呢個聯賽嘅首席，但係打呢個金禧杯咧，今日估唔到咧，星島咧打得非常之超水準啊！結果現時咧，星島咧係以三球贏緊呢個南華嘅。咁啊，開呢個球門球咧，張建之一踢咗俾陳志雄，陳志雄咧因為佔上海銀行大有一本錢啊，所以咧佢亦都放膽將個波咧帶咗幾步之後直線交咗出嚟，俾阿邝燕英，邝燕英咧還傳俾張子慧，子慧咧交後。諗咗幾步之後，加後咧，而家譚永新咧踢出，咁啊交咗俾陳少雄，陳少雄咧現在俾阿祖良，祖良咧並冇人 mark 嘅，佢而家一路打緊波，佢而家已經咧學人打單車擋，唔要個波咧俾歐華連搶咗，歐華連咧，而且咧直線咧俾邝燕英，邝燕英咧大概咧打到遠都唔頂啦，呢、這個波咧交咗到後唔到費，俾南華搶咗踢出嚟之後，但係中隊馬上咧又接得翻，張耀國咧非常之好氣，一接住個波咧，一加加咗我嚟走左邊嘅阿平咧現在咧係一路將斜斜都帶入。南華咧就千真萬萬之中將佢包圍住，結果咧曾紅咧將佢腳下球咧勾甩咗。咁而家咧一個逐線咧俾咗呢個黃志強，黃志強咧想話含眉疾走，自己喺護位攝入，但係俾阿紀雲咧 mark 住佢，佢仍然咧佢可以幫個波交俾陳叔強射門。但係呢個波咧一射之下咧係省咗個幾良隻腳咧係跌咗出去，似邊咧係出咗界嘅。咁而家咧係南華喺左邊咧係爭取到一個角球。呢、這個角球咧由阿陳雪祥開出，睇呢個角球可唔可以替佢哋破蛋啦？而家陳雪祥咧一標標埋嚟喺12碼落點落，咁跟住見幾良咧將功熟技啊，一個頭槌咧入翻出嚟，邝燕英已經咧走喺右副位，連忙一踢射咗出嚟。歐鵬連咧走咗過嚟左邊，佢哋實行咧打換位戰術。歐鵬連帶咗幾步之後，輕傳俾阿子慧，子慧咧再收翻後邊俾歐鵬連，歐鵬連咧又俾張耀國，而家張耀國咧揸住個波咧，好似遊花園一樣慢慢踢。一踢射過嚟咧，俾李李光，李李光亦都助攻。而家李李光咧一個直線波俾佢左右邊，因為邝燕英咧完全冇人掹。咁啊，而家邝燕英立住個波咧，慢慢飛，佢又再將個波咧交後俾阿譚望新。譚望新立住個波個轉身咧，俾阿張耀國。張耀國咧轉線咗俾阿譚連，阿譚連射滿啦。但係呢個波咧結果咧係喺出嚟，但係同時射咧又射得冇乜。如果佢夠醒目咧，將個波咧用腳背撞一批咧。批過俾阿香啊，香個位置咧係比佢更好，但係究竟咧歐鵬連咧個鎮定嘅風度咧又唔似得咧張子兄弟咁好嘢啦。
咁而家咧開球門射出嚟咧，喺半場嗰度又俾譚漢生截咗一交俾阿香，阿香咧諗得太多，俾梁金遠咧係破壞咗呢個攻勢。而家交咗出嚟咧，俾何仲有，如果何仲有咧慢慢帶，一橫橫傳出嚟俾蝦仔，蝦仔正在閃過，但係馬上又俾張耀廣咧將個波撞到，但係咧仍然咧俾佢搶翻。而家交咗過嚟，走右翼邊線嘅連田英，連田英咧係咁一腳咧跳咗埋喺中間，俾阿小雲一個頭槌咧整翻出嚟。張耀國加上一隻，而家見到阿香咧，之前咧攞翻個波，個波喺中嗰度，佢一高，而家咧由阿平喺左邊一路追上，而家喺邊線嗰度一路追上，一路逼近到十八碼啦，而家入去啦，李炳強咧一埋去嘅時候咧，佢橫傳出嚟，咁啊見到鄺婉嫣咧已經走入中路，喺七碼嗰度咧用掃把佢一撞，呢個波咧又射入咗，咁啊南華咧真係冇曬星島符啊！升到咧，去頂下，慢慢來，但係一個急攻咧，又俾佢哋得米。咁啊，呢下阿平咧，一路帶入去禁區裏邊咧，然之後將個波橫傳出嚟咧，造成一個贏波嘅機會。咁而家鄺婉嫣咧，又替呢、這個升到咧多贏一隻啦。咁啊，現在中圈再開呢、這個，而家學一包交佢俾陳世強，陳世強咧現在交俾交上前咧，又俾阿馮子良咧踢喺左包後，咁啊譚漢生咧即刻咧即刻批傳，呢個波咧批上嚟咧，頂咗阿十撈彭連，撈彭連喺右副位交俾阿張子岱，張子岱現在控整以下都冇你個武胡不歸啦，即係冇你個武器，而家咧又交後邊俾阿張耀國，張耀國咧現在咧因為阿德雄咧埋嚟追佢，所以咧頭前咧佢一跳跳高，佢而家咧係。將佢波咧係起打腳，咁啊曾龍咧即刻點開，咁啊而家球證咧係呢個頭一個罰球嚟嘅，咁啊將佢踢出之後咧包俾子岱，子岱咧包橫俾阿譚漢生，譚漢生咧又交後俾阿李利光，李利光而家包咗手右翼位啊張子岱，張子岱現在死扭啦，撚啊，你睇佢而家咧佢帶住啊曾龍走，曾龍咧走下咧佢又俾咗阿張耀國，張耀國又俾翻佢。佢而家咧將個波踢出嚟咧，阿馮子良咧幾乎咧俾黃志祥上到，但佢交翻後邊個大佬俾阿水雲。咁啊，而家升組咧贏咗4-0咧，仲全軍咧枕住進攻。咁啊，現時咧啲大概啲人咧話升組咧係快啲打，因為而家咧變咗拖慢咗波，呢啲咧係冇法子嘅，因為咧呢啲波咧係現時上下延長，即係唔使咁嘥氣啦，仲啲打都未遲，亦都費事啲後衞咁慘。咁啊，而家個波出咗邊界啦。張子岱咧，現在咧係抌界外球，睇下佢而家抌俾邊個啦？佢而家咧喺右邊角球嗰處咧對出嚟10-0一抌，抌後俾人撈彭連，撈彭連咧一個踢遠射咧係交俾張子岱，就喺呢個時候咧，球證車率咧係非常上咧表示呢場波完成啦。呢場波最後嘅結果咧就係4-0，星島啊喺呢個今日喺呢個金杯杯復賽咧係淘汰呢個南華出局，咁啊～打入咧呢、這個總決賽嘅，咁啊今日呢場波啊，頭頭盧振軒咧喺半場嗰段嗰陣咧已經對大家講過，今日咧星島啊雖然上半場未贏波咧，已經睇到佢哋嘅氣勢咧，已經係直頭咧係勝利之一隊嘅，因為佢哋喺上半場打出嚟咧，直頭佔咗成70%攻勢，佢哋全隊咧差唔多啊，每一個人都打得非常之好。在上半場呢就只不過因為啊子岱同阿子維呢是比較有多啲波，所以啊同時啊佢哋呢就喺呢個人門一腳呢係差啲，所以上半場攻勢多呢就變咗都冇入波，但下半場呢佢哋風芒一路，同時大概呢佢哋個教練許景成啊喺半場嗰陣時呢係話過阿張志兄弟，所以佢兩個呢下半場呢就冇扭波，至多咧過咗一個零之後咧，佢時時咧係引誘人哋拉空曬南華嘅位咧，然後至射門嘅，又或者交出俾阿歐華連。咁啊呢啲波咧，下半場嚟睇咧，南華咧簡直咧叫做冇曬符，叫做冇咗星島符嘅，直頭咧係呢個阿乜打照一樣冇符啊！對於南華直頭冇符，對於呢個星島直頭冇曬符嘅。咁照我睇咧，星島咧今日啊，佢哋打出咧都已經啊～上半場係4-2，但下半場咧直頭咧全面進攻，全面對手打上咧係冚棒咧10-16啊！我講咧佢個帽咧真係我相信啊，啲在場觀眾睇咧都話係啱。佢哋咧直頭打上10-16，除咗個龍門之外，直頭好到非常。因為佢哋點解咧？佢哋就係正在佔高，
似乎咧今日咧係不勝無愧，幾乎咧唔明呢場波係拉翻去打打咁滯啦。所以咧佢哋今日咧個個都咧走快一步，南華咧本來今日輸就落力嘅，唔係話佢唔好打得落力，但係咧步伐先早勝於技術。正於鬥志，所以呢兩樣呢都比較難話呢今日係超出一平咁多嘅，所以今日呢經早之贏4-0呢係直頭絕非後事，而南華今日輸呢場波呢直頭可以講得話呢輸到絕絕服服，因為今年啊呢兩年來啊我睇波呢未見過有一隊波好似今日升早呢打得咁流暢嘅，佢哋無論一攻一守呢隨時呢分分鐘八八地方都有佢哋嘅人嘅，有佢哋嘅球員足跡，所以南華雖然啊喺聯賽咧係能夠叫做暫時啊高舉首席，升早咧喺聯賽不過已經係失咗17分嘅啦。但今日比起上嚟咧，如果啊喺第二次嚟睇呢場波咧，第二次人嚟睇呢場波咧，就以為升早咧暫時咧可能咧仲係全香港最叻之一隊，因為我已經同盧振英講過，而南華以前所打咁多場波喺今年咧，佢就冇一場咧及得呢個升早嘅，因為升早全場嘅人。好之外咧，大力最突出嘅咧就係張建之佢個龍門，張建之咧不嬲咧，今年咧係已經打出咧麻麻地嘅啫，俾人冇乜信心。但今日咧在全隊陣力之下咧，佢居然咧打出天水井劉建中咧見到呢曬啦嘛。咁啊，第二個咧就係譚漢新，前鋒方面咧歐凡聯同鋼鐵咁咧，今日咧打出咧直頭天水井，尤其是歐凡聯，佢雖然啊。是呢、這個有陣時射門啊，係拉低多得滯啊，所以有陣時都失去機會。但今日咧，佢能夠打得好勁，所以啊，張子代、張子維喺第三個波咧，係點佢咧？佢能夠啊，喺一個正側嘅角度埋到去邊埋去射入呢個波咧，我睇見咧直頭咧係震勁到以前所未有嘅。咁今日升到贏呢場波咧，可以講得話咧，直頭係戰績同埋鬥志咧係贏呢個南華。南華方面咧最慘咧就係羅桂生。傷咗喺上半場，下半場留到第四個波，鄺展英啊喺呢邊俾阿子維咧喺左底上，而家佢俾鄺展英射入咧，呢個波咧就係羅桂生掹傷，所以追唔到嘅。咁佢哋之中咧，就以李炳強同何長友打得比較好多，好啲其他咧比較升到咧，含有完全融合，尤其是蝦仔郭錦雄之前咁叻，但係今日咧完全對著咧邱排佢都冇曬符啦。咁今日呢場波咧，總括嚟講咧，先到咧贏得非常之流利，南華咧應該咧自認咧輸得好脱俗。最後我再講講邊個紀錄，就係4-0先到淘汰咗南華。剛才轉播政府大球場十二杯足球賽由先到對南華嘅比賽情形，從細由葉冠傑、盧振興兩位擔任評判。現在先轉播完畢。